相信坐过北京地铁早高峰的人呢都知道啊，北京地铁早高峰这块呢人相当的多啊。那今儿周末啊，然后咱们看看这个周末啊，这个北京地铁上的人多不多，能不能捞着座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其实周末啊，北京这个地铁啊，这个人也非常多啊。就是咱们上这个地铁上看看有没有座，好吗？看来是没座了啊，这地铁上的人呢还是挺多的。换乘车站这块儿了，看看这块的人多不多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即使周末啊，这个南锣鼓巷换乘车站这块儿人也超级的多，两边通道啊都站满了人。所以总结一下啊，无论是这个周末还是这个工作日啊，你要是想在北京地铁这块啊捞个座啊，是